稍等稍等，我给你拿氧气。青稞西安的，我宝鸡。那是不是是？哎，拿着啊，这边。逗人呢。260还带早餐呢、啊，我的天，可以可以。9:23快一点，9:30应该。昨天晚上冷了，半夜把我冻醒了。你冷吗？哎呀，晚上必须盖厚被子。这儿都不存在空调这一说。嗯，拿着就没有空调。吃饭，吃早饭，直接上去拿嘛。哎呦，有牛还爱吃的西瓜。哎，等一下拿个盆子。你要啥米饭？你要啥？你自己在底下拿。嗯，凉拌粉丝，这边凉菜。嗯，鸡蛋。早饭开吃，班长给他拿的西瓜，这宁夏的西瓜，哎，西宁的西瓜也挺好吃的，怎么样？这个馒头，馒头是馒头稀饭小菜。嗯，来，再来碰杯，牛奶一喝。跟咱买的一样不？不一样。啊？这不太一样，一样不？嗯，比较淡一点味道。然后每次出来拿着他两个小狗小黑白。长裤子要不要？拿个长裤子吧。不要，不要，一会儿在场太热了。你往高处走，只会越来越冷。但坐车上冷，一会儿到景区冷的话就换了。人去青海湖，然后长海盐湖，待定，到时候我再看近不近。150公里，2个小时的车程。他今天好像是阴天，现在10点太阳还没有出来，风有点大。服务区休息一会儿，开了1个小时，休息一会儿。青海拉面。哎呀，人家10点多还你就吃泡面啊？又要休息。泡面好吃的。你刚吃完早饭，想吃那个给你泡一点。嗯。然后在这商量一下，要不要去日月山？因为我们出发的时候看日月山是，停顿，停业整顿1个月，我在网上查一下，看他开门了没。临时决定看要不要去这儿，没开门就不去了。啊，这个服务区还挺浪的，感觉在景区一样。西北大环山，日月山服务区，海拔2835米，好多人在这儿打卡。咱得在这拍个照，留个念。嗯。你要氧气，我给你拿一瓶氧气。这儿有人晕倒，想不想过去拿一瓶氧气？稍等稍等，我给你拿氧气。赶紧拿个氧气，还有葡萄，不用不用，还有葡萄糖，葡萄糖给拿一瓶吧。你把这打开，然后我知道，我知道。葡萄糖给，谢谢，这么小伙，这小伙真好。葡萄糖有没有？谢谢啊。给拿，你吸一瓶吧。有葡萄糖。就直接掰开就吃了。好，谢谢。你现在赶紧吃。好，谢谢。教他怎么用。已经开始有卖氧气瓶的，看来这个氧气瓶还是必备的。刚才一个大叔直接就倒地了。我觉得看他们开摩托车，好帅啊！确实。没开满到日月山。日月山仅存在山体滑坡等隐患，最近已经关了。那就不用去了，要不要在这儿拍照？不拍照就走了。青海湖，直接青海湖，直接坐，走吧。油菜花，看见没？你的油菜花。油菜花。你爸的油菜花。大美青海，然后那些个字。哎呀，这真想过去看一下，这下不了的呀！你告诉我，那个油菜是黄的哈。嗯。金帆，油菜花能吃不？油菜花就菜籽油啊。发电风车，啊，这一路风景好啊。对呀。看右边。右边咋？一个字。全看不懂。看不懂。看不懂，你看旁边中文就是他的意思。那有些只写英文。那应该是藏文吧？有些直接藏文。有些直接藏文。哦，就是有的都没写中文。二郎剑景区48公里，它有几个口呢？咱去二郎剑。
还有人在那下来拍照。人家就说国道一路风景可美了。我记得那时候谁就说他的梦想是环着青海湖骑行一圈，好像是你。刘一航吧。就是你。那时候刘一航还小，还不会说话。你要我来青海湖啊？那时候是高铁刚开通，你让我来青海湖，说是想骑行一圈。但是那时候我说涵涵太小了，不想来。骑自行车绕一圈。就到了现在已经多少年后了？最起码八年。啊，那我怎么才一岁？你那时候小了，嗯。但骑摩托的还挺爽的，摩旅，嗯。哦。在这停一会儿，但在这停的多。油菜花，油菜花。嗯嗯嗯。哦。连这红色就。你对油菜花情有独钟。漂亮嘛，咱来了就。还有牦牛呢。还可以骑马呢，啊，我看下去看一下。不，哦，你出来，这是啊，老娘出来。好吧。这边油菜花正好，我的天，这个就牦牛啊！你看，你看这个牦牛，牦牛。小弟弟，骑个牦牛吧，骑牦牛遛一下吧，骑不骑牦牛？不骑了。刚才他们骑的，你坐一下，我好了，谢谢你。没事，很漂亮，哇！加油，谢谢宝贝儿。哎，比顾那个油菜花香味儿，油菜花的香味，这种七月份能看到油菜花，太美了。嗯，哎，你站那，我给你拍一张吧。你俩去。进去了，这个牦牛。哦，看一下。下头起码转一下吧。哎，咋了？开始了我。胡子，人一圈300多，380。啊啊，不用，谢谢。谢谢谢谢。啊，就是，呀，这手机根本拍不出来它的美。后面就是青海湖，那一片我看。嗯。刚才这儿拍照也挺美的啊。我就感觉好像像湖，但是我又不确定啊，就是湖，我看见。我这青海湖这么大，人家像咱像的就是，结果就。那么大，你不说一圈了，你不说一圈300多公里吗？380公里就是吗？走吧，上车吧。啊，这一张好好看啊！真好。杨一涵的公路赛，看他们要骑到青海湖。美了，你给打个招呼。你说我这小小一会儿我给你把窗户赶上，你说加油。没事儿，这很正常，这种说加油他都给他们说加油，我一会儿给他说，你看着。你还感觉你莫名其妙，有啥人骑自行车就加油。本来说从这个湖边才能进去，其实湖边这路全给封了。嗯嗯，看见没，栅栏围了一圈。嗯，现在只能景区。这一圈其实本来以前都可以到湖边了。嗯，我就看网上说，就是那这个青海湖那站了围了一圈。还有网友说，咱不给青海湖盖个盖子吗？就以前就可以从这随便进去，走到青海湖边。有哦，看着，嗯，对对对，看见没？大家看见没？从这可以车直接开到那个青海湖边。咱们加油！你看公路赛，加油加油！那牛他也喊一下，加油加油加油。也可以跟他喊加油，他们也就是互相鼓励一下。嗯，他这面包明显感觉胀了，快爆炸的感觉，就从我们西安带过来了。还有5分钟，还有几分钟就到那个青海湖景区了，然后先在这儿吃个饭，一会儿直接过去玩。再来一个这个牦牛酸奶。嗯，好嘞，尝一尝。又是景区人估计多，咱在这儿一吃就行了。
那什么？嗯，尝一下青稞粉。哦，青稞粉。对对对，青稞我们这个湖边上种的青稞。哦就是对高血压特别好。这松的。嗯，青稞茶，青稞粉。青稞茶。青稞。青稞。我们这个湖边上种的那个青稞。哦。你可以品尝，觉得好喝的可以带点，就是。谢谢。青稞小茶喝一口香。啊。老跟那个油茶。差不多挺像的。嗯。带一点。青稞加了一点牦牛奶。奶。啊。青稞加牦牛奶粉。嗯。不错。特别好喝，青稞的好。挺好，好，挺好。还有一些小零食，降血压，还有降血压功能。嗯。但是听不懂。好哦，外面凉的好，厕所是。好嘞，谢谢。这个，老板的后院，后面的青海湖。一片，还有船，一圈，现在大概都在这儿，一圈这么长。你尝过吗？对，那你的。先吃饭吧，吃完饭再吃。嗯。还是酸奶，好喝。夹子才够哈子。大鸡牙吃了，大鸡牙。这是糖醋里脊、豆腐、青菜汤，还有油麦菜。嗯，今天吃没了，菜量很大。嗯，先吃饭，我先吃点饭。那吃完饭了，继续出发。你这样看这个青海湖就很普通，但是油菜花一衬托，立马就感觉漂亮了，点睛之笔，油菜花。徒步的，你看看这有徒步的。买票，自助买票啊！跟着人群走吧。哦，青海湖，这都看不到那边边儿。哎，你穿短袖短裤冷不冷？还好。金班，这是佛教的象征，慈悲为怀，普度众生。小孩，给你喝点水，小孩。对，这里穿这个衣服，坐吧。你冷不冷？妈妈，你快进来。我就穿的是短裤，这会儿有点冷了。走了，小孩。我一会儿尝一下这个湖水到底是不是咸的，咱俩都尝一下。太湖，海拔3196。给你俩照那个谁转过来。讲的是文成公主当年嫁到西域这边，给这边带来了经济文化交流。公主渐行渐远，她把祝福和祝愿留在了这片土地上。文成公主要走了。文成公主刚看走进藏走了2年多，3000多公里。3000公里，我们从现在的长安、西安到这边只用了3天。他那时候也是从长安出发，西行3000多公里。一路肯定不容易。他当时把大唐的什么经济文化都带到这边，所以这边人对文成公主还是非常崇敬的。和亲嘛，那时候。嗯，满都是文成公主的雕像。嗯，他那时候就陕西、甘肃、青海入藏。对呀，从大唐嫁到这边就是文化交流嘛。一辈子没回去。嗯。来到青海湖了。你想吃？你想吃现在给你买，在这儿一会儿拍照，青海湖这儿。我要喂个孩子。这儿。我这个确实，是不是快爆炸了那种？青海湖这底下都是黄鱼，一级保护动物，你看一下，好多。
哎呀，我看见了。还有寒鸟，飞起来吃，看吃你的妹。啊，咸阳，咸阳过来的。好的，问一下，体验一下。你们西安的，我宝鸡的。给问一下，问一下。没事，我没事。体验一下，我说还有。一动全都陕西。陕西的。嗯，啊，从陕西，然后从兰州，兰州啊，过来。新疆啊，兰州。从赣南，然后一路过来。哦，宝鸡更近点。嗯，那你们开了多少几天？开了。今天第三天了。啊。体验一下，体验。谢谢啊！啊，没事。我们下来就去茶海，茶海盐湖，然后去敦煌，有大一大圈的，都老乡。你看，一个一喂这小黄鸡都来吃，遇到两个陕西老乡。刚刚还说让他在这儿喂，然后我就知道应该是陕西的，然后就问了一下，果然是的。哎呀，然后旁边的一个女的听我们在说陕西话，然后陕西话一听口音就知道。骑个水上自行车，你看见他俩上去了，咱往前骑，你看往前骑。哎，我转弯，你往后蹬，他这个球球就是边界。你妈又不敢玩。你看你刚尝是不是咸的？啊？没有，我已经跟你妈说了。最爱海水。啥味儿？咸啊！给你说这是咸水湖，这是中国内地最大的咸水湖。咸的，旁边大哥也尝了一下咸的，快点快点！路边那个青海湖景色太美了，一半是油菜花，一半是青海湖，黄的和蓝的交织相映在一起，特别漂亮。比这景点其实风景好看。是吧？对。青海湖开心转完了，下一站就是茶卡。今晚住茶卡镇。现在。小曼也取个氧气，他刚爬了一个小坡就受不了了。给。安安安。上了个坡就偏成这样子。安嘛。出来很难弄。那鼻子，我天！这么冷，我都要不要讲话了？你真干呀？没事没事。那是这样用。嗯，你给别人用了，再给你用。咋样，这不？一直都好着，刚上了个坡，你俩坐太快，我在后面。没事没事，是吧是吧。我没办法，我操！去的。嗯。往这里走。休息一会儿吧。吃喝完。啊，一口气把它喝完。全的吗？开了一个小时，还在。青海湖旁边，看一下远吗？这儿可以停车，进来休息会儿。小地鼠还是小仓鼠？来，买一个这个尝一尝。老板，这个怎么卖？十五块，哦，十五块那比景区便宜。上个厕所就是那个黑房子。